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王者资讯谁来报？锁定大仙早知道。前两期快报给大家介绍了体验服的一些更新啊，你以为就这？其实啊，新赛季的大改动啊，远不如此。想要上分快人一步，那就跟随我的脚步走起。首先啊，是部分技能效果机制调整。一、压制，现在可以立即打断敌人通过自身引导持续释放的技能了。拥有压制效果的峡谷里就只有东皇和张良了。兄弟们，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来上测试。正式服东皇大柱虽然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东皇的压制期间，张良啊是无法打断东皇大招的，而在体验服啊，张良是可以打断东皇大招的。不仅如此，当敌方东皇压制队友时，我方东皇也能打断敌方东皇大招。没想到吧，控制界的扛把子东皇也有被打断大招的一天。但是比如小乔放大这种自动持续释放的技能啊，压制是不能打断的。二、冰冻石化，将不能打断处于前摇保护状态下的技能了。我们以钟无艳牛魔为例，正式服钟无艳石化是可以在冲撞中途啊打断牛魔二技能的，而这体验服啊只有牛魔二技能到达终点后才会吃到石化效果。不仅如此，现在沉默也同样无法打断普攻和处于前摇保护状态的英雄技能了。三、定身缴械，现在无法打断普攻，无法打断持续施法的技能了。这个就要给大家说说啊，作为控制链顶端之一的张良，大招啊可以被击飞这类强控打断就算了，在正式服他竟然还能被残酷的一技能打断。那在体验服机制调整以后啊，定身缴械都是无法打断张良大刀这类持续施法技能的了，总算是挽回了一点控制链大哥的牌面了。四、霸体啊，不可选中，在释放技能瞬间无法解除减速、缴械等效果了。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，在正式服霸体啊不可选定是可以清除减速、缴械效果的，现在在体验服不可选定霸体无法解除减速和缴械效果了。那除了这些调整以外啊，体验服又额外新增了几位英雄调整。夏侯惇加强，提高了1%的被动回复最大生命值，为了防止夏侯惇啊兑现强势，那这个1%还是分期付款，随英雄等级成长。瞧瞧，是夏侯惇对抗路倒数第一的胜率，要不策划大大再降低一点蓝耗吧。二、橘右京加强，大招受控，稳定性优化。在正式服，橘右京释放大招时啊受到控制，会直接打断大招；而在体验服啊，橘右京虽然还会吃到这个控制效果，但是仍然会完整打出四段大招。其次，橘右京大招攻击小兵和野怪时啊，回复效果啊不衰减。总的来说啊，此次提高了橘右京大招的收益，加强了橘右京的续航和反打能力。三、云鹰一二技能增加5点蓝耗，现版本云鹰多为打野位，我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最后啊，官方还爆料了一张赵云四冠皮肤最新耀世的宣传海报和背景故事。此次赵云啊依旧延续了一念神魔的仙界设定，还能唤醒诛心之力。这个设定有没有很熟悉？像不像某个话痨？宣传海报中啊，除了悬浮在空中的神枪以外，很难去捕捉到赵云形象设计的具体细节。但是这能难倒我吗 ？No！我们将海报亮度调高，可以看出啊，赵云的头发为蓝色，身上的战服啊很帅气。兄弟们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持续关注，等我第一手爆料啊！一个 ID 名为骨折去德国的仙友提问：现在我干将赢了加20，输了扣120，这合理吗？当你排位的表现分啊超过标准分时，就会赢一把加的少，输一把扣的多。所以啊，表现分越高越难打，建议只在有靠谱车队时啊才选战力英雄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